个奇景名胜夹杂住中西文化，日头多人多到你怕，一条斜路一条楼梯，个个喺度去做爬，一个旅游景点，梗系听到唔同国家嘅话。What up, hola, bonjour, 你好吗？原来个个喺度谂，点解咁大阵咁香嘅猪扒味？顺带一提，今日葡挞你食咗未？记住走嘅时候攞埋你袋手信 ，OK。入夜之后虽然时间短暂，但系整个世界停咗落嚟，可以享受宁静夜晚。走去买罐啤酒 ，Have a good time with your homies。你下玩下转下四，可以慢慢，生活可以繁忙，亦都可以简单。边个节奏啱你，请你自己拣拣。街头文化，五彩灯笼斑马，大声喊之下。